好球，萧敬腾！萧敬腾真的是一把突破的，也是希望场上的球员们能够从刚才的这个吴景豪受伤的阴霾里面早点的走出来。是是，同一招啊！萧敬腾今天已经是长传，还是萧敬腾，还是萧敬腾的招牌式的突破。萧敬腾是真快啊！又是同样的招数，再打进一个。萧敬腾这上分能力很强啊！萧敬腾这上分可惜了啊！篮下这球还是高以翔啊，有个高度在。我们看萧敬腾啊，今天就干了一件事儿，跑快攻啊！是。对。萧敬腾啊，还是一招先吃遍天。只有十秒钟的时间，于是再一次破了。里面萧敬腾交给张宁，依然是手，还是要给萧敬腾拿四分啊！萧敬腾四分。张宁刚才其实已经让了几次了，但这个球呢，不知道是不是位置没站好啊？是，但分差到十分了。